好，我现在开始进行第二段。为什么要进行第二段？主要因为刚才的分享画面你没看到，因为它是要中断以后它才开始，所以我就把中断以后做了一个图，把那一张图抓起来，抓到这里。那各位请看，这里有一个符号，我现在用一个颜色就是要告诉你这个符号，我用白色来框，白色来框，这是最清楚的。好，各位看到这边有一个符号了，它一个箭头往上，它的意思就是要上传的。那你把它按这个以后，它会出现这个画面，它就开始上传了。上传完了以后，请你点这个分享，上传完毕以后点了分享。那点分享，它就给我一个链接，刚才它已经给我一个链接了。刚才它给我链接在这里，这个就是它刚才给我的链接。所以现在我会变成有两段链接，一段是刚才录影的，就是录影中的，一段就是后续的后制作的处理。好，那就录影完毕了，各位应该知道了哦。好，